房屋税及地下税，想云霄飞车，有感狂飙。小资族好不容易存钱买到房，却发现还有一头拉苦的税要缴。前行政院长陈冲也看不下去啦。我们今天要的一个社会是大家买得起、养得起、就住得起。因为不管房屋税、地价税，其实我们都应该用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观点来看。今天陈冲不谈违宪，反倒用包容心看待。针对房屋税迷思，陈冲说话啦。千万不要把流量和存量的观念把它混淆。今天有一个房子，也可能是长期努力累积下来的。而且我们另外一个讲法是，买房子是一次把你一辈子的房租给付掉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一次预付了所有房租，难道我的租税负担力就会强吗？反而弱，因为我的流动性变差了。你提高房屋税以后，年轻人就买得起房子吗？买房以后你还是要缴房屋税，这个时候原来是买不起的都变成养不起。前阁揆用包容心看待，就算说的再大声，还是要现任阁揆才说的算。